最新一节《Running Man》中，节目组为了替恋爱青蛙全昭明谋福利，推出了专属特辑，并邀来暖男将勋和节目常客曹世浩出演。在一开始的分组中，全昭明必须猜出 A 和 B 的答案是将勋还是曹世浩，没想到他几乎都选到曹世浩的答案，让全昭明气得怒摔牌子。之后好不容易有机会交换成员时，全昭明原先幸运选到了坐着将勋的车，然而他却因为突然发出喇叭声而连忙更换另一台车，结果下车的又是曹世浩，让在场所有人爆笑不已，纷纷猛亏你们就是一对啊。